解散，我一直说希望你们帮忙解散。你告诉我走哪里，我比较安全。我没有开车，我没有开车，你就往回这边。那边全部人跟他走，全部人都跟他走。我能走路啊，还能不能？他们可以跟你挤出车，但我觉得太危险，不能发，对不对？你从前，我会怕你们影响。因为我跟你讲哦，这边如果造成任何踩踏的危害，甚至有人受伤的话，你要不是我要走，我们先被劝导过。那你现在往后走，就往左边，就是松仁路那边就大马路，往那边走你就可以离开了。OK。啊，本首于昨日23时许，获报微风南山有人潮聚集，啊，恐造成推挤危险之余，经查林姓网红于其个人社群软体号召人群聚集之行为，警方到场考量民众发生可能踩踏情形，为避免造成危害，立即依据警察职权行使法要求活动停止，疏导人群及维持交通秩序。本分局业已收集相关事证，朝向刑法公共危险侦办。同时在此呼吁，号召类似行为造成人群推挤、踩踏，引发严重伤亡之后果，发起人必须负担刑事、民事责任，请各位民众切勿仿效。